你现在收看的是《蓝色旋律》，走进蓝色，走入你的世界。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蓝色旋律，我是小克，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西本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本，来自于高雄，是纳玛夏的布农族，很高兴来到这边蓝色旋律这边来分享我的歌曲。哇，老师你好，嗨，就今天也是要分享创作的东西，那我这边也有几个问题要问老师。好，就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音乐的话，大概。其实我们从小在部落就是在教会嘛，在教会就是唱诗歌，然后直到有一天那个诗歌班的钢琴手不见了，哎，就开始接触了吉他这样，然后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大概是在14岁那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接触吉他，对，自己摸两条弦的时代这样，是两条弦，因为没有就因为那个仓库里面的吉他只剩两条弦了，啊也不会弹，啊自己在那边摸这样。但是当然到我弹一弹，然后我的姨丈就看到我怎么那么可怜，就送我一把电吉他这样。就从开始那时候是自学的嘛，自己学也没有人学，就祷告睡觉前就会弹这样子。那我也要这样子，开玩笑，圣灵感动就对了。对被充满这样，然后就会弹的。对，就想要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要问老师，在创作这个母语。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其实母语其实会比较后面，其实真正开始是从2009年的时候。2009年，对，因为那时候是经历八八风灾嘛，然后因为部落遭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自己也回部落去做返乡服务，那时候跟阿嬷，就是我们的那个我的阿嬷的感情很好，因为我都在跟她住在一起，然后那时候他就有叮咛我说：“你既然会唱歌，你又不为什么不写一首我们自己的歌？”这样，从那时候开始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啊，写我们布农族的歌曲？然后真正写第一首歌是，就是阿嬷去世的时候，我把他的对我的叮咛写进歌曲里面，这样子。所以那个歌曲是叫《听话》，听话，对，就叫我们做小孩子的。要听话这样哦，歌词很简单啊，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写，但是其实对我意义蛮深的这样。如果观众喜欢听、想要听的话，可以去上 YouTube， 去看一下 YouTube 是可以搜寻得到的。应该是有现场 live 了。对，因为就是想要问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原住民都有些住在部落嘛，有些是住在都市。那老师的母语是真的就是在部落，然后学习，然后也听得懂自己布农族语这样子。哦，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在部落生长嘛，其实，在部落长大有一个好处就是母语是浑然天成的，因为毕竟在那个环境下学母语其实很快。我阿妈又特别要求要把语言传承下去，因为她觉得语言是文化的根，文化的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根跟本。抓住你，如果没有语言的话，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哇，谢谢老师。什么干嘛？谢谢。因为这也是我们很多原住民一直在学习的，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对母语这一块，我也是不是说可能听，然后我们有很多青年也不太会讲，可能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部落然后来到都市，然后几乎也是没有像看到老师的时候就觉得你身上就有一股很浓厚的文化呗。有吗？有闻到，有闻到吗？有闻得到。那
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对老师一首歌是深深的很感动，叫吉娜阿布斯的礼物。那这首歌就是在写爸爸水灾的各种的情形。那因为我自己的家人也经历过这一部分，所以就是被老师这首歌有感动到，在听老师的创作啊，然后就被这首歌是深深的感动，然后想要说老师可以多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叫礼物啊。其实我们在经历八八水灾，其实大家会被分成两派在部落，其实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关系啊，有些人选择住在平地，有些人选择住在山上。然后当然这一对姐妹他们是意见不一样，因为妹妹她自己有她的理由，住在山下，但是因为本来原本都是住在一起的，她分开。我歌词里面就有谈到说，我们以前就像天在那个月亮旁边的星星，都聚在一起，都没有分开啊。因为这次水灾关系，我们分隔两地。然后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思念，只能每次见面的时候拿一点我们山上的东西给你，比如说歌词提到的梅子，有。虽然吃下去又想啊，我在部落这样，就是会怀念，怀念那个味道，对啊。然后姐姐就送那个那个她的包包，她自己编织的包包送给妹妹这样子。对对对啊，就是代表彼此的一个思念。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这个旋律就出现了。是因为就是反映在自己看到，然后把它写成创作。那我想要问老师说，吉娜，因为我看到那个创作的时候有吉娜嘛，然后还有阿布斯，我自己对布农族语也不是很熟，我只知道也是就是古鲁马哈教会的诗歌。吉娜是不是跟台湾族的伊娜？伊娜一样嘛？伊娜是一样，就是妈妈的意思。爸妈的意思。如果是阿布斯，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一个顺称。他的名字叫阿布斯。所以通常我碰到就是布农族语的长辈，就是可以叫吉娜。然后长辈有分男女的，对，女生叫吉娜，男生就叫大马。大马，那就跟我们一样。一样，就是前面要加大马或是吉娜。如果你讲吉娜跟男生讲，他可能会打你，他说干什么？我有呢。所以我们要加阿布斯嘛，就比如吉娜阿布斯。没有，阿布斯是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的名字。所以如果他叫做拉虎，或者叫西本。改天我当爸了，我变成大马西本这样。明白。不然我教你一下布农族的打招呼嘛。可以。就叫乌尼娜米胡米桑。乌尼娜。对，米胡米桑。米胡米桑。对，这个打招呼就是你好这样。但是米胡米桑有一种叫你也有可以说再见的意思，也有再见的意思。对，他再见的时候就是希望你下次还有呼吸啊。下次还有呼吸，还有气息，对不对？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部落跟族人跟族人虽然感觉很近，但是可能相见的时候，可能在那个山头跟那个山头，不知道会不会下次还有呼吸这样子。所以叫做乌米娜，乌尼娜，乌尼娜，乌尼娜，啊，米胡米桑，米胡米桑，乌米娜。你要多练一下，你去布农族的部落，念一下会有亲和力嘛？比如说，我会说马里马里马萨罗啊，对，都学一下。16组，我们现在有16组啊，可以每一个都学。好，那谢谢老师，我们今天就访谈结束，就乌米娜，乌米娜米胡米萨，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好，乌米娜米胡米萨，我们进行蓝色小游戏。然后看谁得分最多，然后就赢了。好的。那第一题呢？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啊，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以下哪个是正确的？起来，好，我念完才可以抢答啊。还有是选择题。A， 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可以直接抢答吗？不行，就好比蝴蝶啊，看见绿色的花朵，这是第一个。B， 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好比蜻蜓啊，看见绿草的柔光。C， 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啊，看见绿草的油亮。好，猪，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好比飞鸟啊，看见绿草的轻松。哦，抢答。好。
一一 A 嘛，对不对？嗯。好，答对了。哎、欸，你怎么？等一下，你完全没有竞争的意思、欸，哎，不是竞争吗？我刚刚是想说，哎、欸，是会数三二一还是怎么样？没有，是轻抢的、啊就。原来老师已经像猎人一样先抢猎物了。好、欸，给、啊、你示范啦，示范啦，示范嘛。他是故意让我的。哦、这个不是三枪啊，我不会知道，我不会太想抢，我都抢水路的。好好好，来第二题喽。接下来第二题，请问十四题，阿爆新专辑《母亲的舌头》是由哪一首歌入围金曲奖最佳歌曲？超时事。好，一、哦、Love You， B Take You， C Hate You， D Thank You。C Hate You。哎、欸、哦，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哎、欸，你很故意，他的脸就是很故意。好，再一次，请抢答。应该是四吧？四什么 ？Thank You。没错，答对了。哎、欸，等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 Hate You 的部分。好的，我吃过，我吃过啊。OK， 好好好的，那就这样。好，来第三题。等一下，哎、欸，我觉得第三题好。王洪恩经典歌曲《月光》两第一句歌词，以下哪个是正确的 ？A. 轻轻的河流静静蜿蜒在你的双眼。B. 静静的河流轻轻蜿蜒在你的双眼。C 轻轻的河流静静蜿蜒在你的双眼。等一下，猪以上皆非。以上皆非啊！对，答案是以上皆非。我还是要故意答对一下吧。有啦，拍手拍手，恭喜答对答对。这是我第一首学的歌嘛？哎、欸，好好好 ，OK OK， 好。那接下来第四题，请问下列哪首歌不是张震岳的歌曲？哎呦，这题要抢一下哈、哦、！A 爱我别走 ，B 秘密 ，C 烂吉他 ，D 再见。烂吉他。哎、欸，真的是有竞争。我这样子就二比二了吗？有吗？竞争起来，好，那就最后一题咯。OK， 不让了，最后一题不让了。不让的，不让的，有没有看到我都解扣了？这个第五题我觉得蛮简单的哦。要抢了，第五题。请问下列哪一个不是音乐相关品牌？这个攸关有一点专业的部分。音乐相关品牌。好 ，A Yamaha， B Sony， C Casio， D Toyota。请讲答案。Toyota， 哎、欸，是吗 ？Toyota 吗？你确定吗？没有 Toyota 的。你这确定是 Toyota 吗 ？Toyota 有吧？是 Toyota 吧，老师？是吗？相关品牌、欸，相关品牌。没关系啊，你好了，确定了，再说一次哦。是吗？还可以再回答一次吗？他已经确定了，回答。我是 Toyota。好啦，答对。好啦，今天小游戏就到这里，感谢我们老师跟那个课委一起来参加。Seven my show, seven my moon in that do you shine, millions give。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IG 要记得按赞跟追踪哦。